海岛物月又点指巴黎、马尔代夫几个选择啊？其实可以飞远啲，去到南半球嘅毛里求斯，而毛里求斯就喺马达加斯加嘅东面，由香港坐直航机飞大概九个钟就到噶啦。呢度一样有好靓嘅 resort 同埋绝美嘅海景，同时有唔同嘅陆地观光活动，唔使好似其他海岛国家咁日日玩水咁闷，行程可以更加丰富。其实我好紧张啊！至于我今次住嘅系 Kemet 度假村，系旧年先完成翻新，除咗增加咗客房嘅数量，亦有全新嘅 Infinity Pool， 二人 package 价钱唔使10,000蚊，为起一个人4,000几蚊可以住足3晚。听落好似好贵咁，咁但其实咧 ，Kemet 最出名咩？系一价全包啊，即系巴黎三餐啦、酒水任饮，同埋大部分嘅水陆嘅活动咧都包晒噶啦。虽然是三餐全包，但一啲都唔马虎噶。两间餐厅日日转款，仲有好多选择添。度假村里面亦都有唔同类型嘅水陆活动，特别系有得玩 wakeboard、water ski， 现场仲有专人指导，即使好似记者新手落场，都可以放胆去玩。同时亦都有玻璃底观光船、出海浮潜等等嘅免费活动，而我最中意咧就系呢间 resort 嘅派对气氛，每晚都有唔同嘅歌舞表演，走水劲舞派对，全场一齐跳，真系好有气氛啊！今次真心玩到唔想翻香港做嘢啊！